为什么它是薄杯还可以这么集中、嗯、因为我们这个月牙型的提托片，你看月牙型它等于是取代那些很厚的胸垫，大家有印象说哎、欸，我们一定要集中，是不是侧边的话好多层，对，好多，不管小胸大胸都会，而且还好多层，有的没的，结果皮肤过敏。但是这一件你看它里面它设计是透气的孔洞会呼吸的内衣，这件真的有惊艳到我，因为它一样是无钢圈，然后一样有集中脱高的效果，再加上如果你真的很 care 我们腋下围的那个布料会很卡的，它这里就是让你们做到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卡腋下。我平常上身都穿二叉有的，我下胸围到95公分，你知道我这件穿起来超舒服，它完全不会，完全没有压迫感，其实往内集中，所以等于是你穿上外衣的时候，正面的视觉，你的身形是往内缩小一号，有些会从上面爆出来，会有一截肉。你看我们侧边，它都是顺，它这里都是顺，所以我们内衣不是说啊，我穿舒服就好，穿外衣的时候看起来是修饰的，这才厉害。